我们刚到家，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点左右。先把安全帽上好。我们刚刚去吃饭，然后去图书馆玩哆啦 A 梦的光碟，还有借了几本书。我先收一下发票。对，妈妈最近很少生气。今天出门之前没有。爸爸气过。啊？你又来？你又来？你想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要跳下来吗？嘿。过几天呢？这礼拜六或礼拜天吧。我第六指纹。对，你想要先登录，对不对？有两件事啊，看要先做哪一件事。反正你没有，你先洗手，先做现在的事。登录哦，登录啦。我先去收书包。我说，先洗手，然后你要收纸包的用品。还有要拆东西啊。拆什么？不是现在，先不要讲这个，你先去洗手。你先去洗手，然后收纸包的用具。到底是什么小爱同学，我在。打开所有插座。打开所有插座。开了。今天二十四号是不是开奖了？24号开奖了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有没有中奖。我们不是有投票那个吗？桃园捷运那个吗？喜欢哪一个，对不对？今天开奖我都忘记这件事了。你先收纸吗？你用具洗过手了吗？洗了。你先收用具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中奖。没有，我还是有呢。对啊，我好期待哦。对呀。我先把这个关了。那我中了会怎样？中了很开心啊，就庆祝一下。要庆祝选那个颜色的人。对啊，如果中了，他可能就是用那个颜色哦，就以后的捷运就是长那个样子。好，先挂外套，换我去洗手。那我去洗手。所以才会请大家来投票，看大家的意见。对，看大家的意见，看大家喜欢什么，让大家选，不要自己选择了，不要自己选。投票看最多人喜欢的是哪一种啊？就用那一种。大家要先洗手，非常重要。我洗过了，所以我才会来做。对，好，你再收用具，很快。我就想说，第一件事应该是拖鞋才对。那个是不用讲的，又不是小宝宝，那个事就那种不用特别讲。好，然后我去拿一下 iPad。我还以为你是做发票开奖我先看一下这个，等一下哦。在哪里看？我们在这里好，在餐桌上面看好了。你想窝着？有点累吗？你有点累了吗？蜗牛好可爱啊！蜗牛，对啊，我们今天有看蜗牛。蜗牛，好紧张哦！我来看看有没有中奖。中的人就可以。你看在蓝骨头上窝。我在蓝骨头这里啊。你这里躺沙发、哦。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开奖，桃园捷运这个3月24号公告于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官网，看一下有没有中。捷运工程局官网，桃园市政府。好，看一下有没有中奖。好，OK，
我找好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了，他这边有写吗？中奖名单于109年3月24号公告于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官网。捷运工程局，这是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，这边有写。然后看布告栏，有诶，桃园捷运绿线车厢外形票选投票抽奖活动中奖名单公告。我来看一下中奖名单公告，抽奖时间3月23日。你还好吗？你很紧张对不对？我们看有没有，我们诶，奖品特奖 Gogoro Viva 赠取一名，备取两名，然后有机票，有空 LG 空气清新机。我们中什么啊？我看一下我们中什么，有没有我们的名字，有没有我跟妈妈的名字，傅君伟或是妈妈的名字。沈佩有没有？没有。蔡、叶、陈、张、郭、周、陈、真、李。你认得傅对不对？如果有傅你会认得。叶、赵、郭、石、唐、林、姐、石、唐、林、潘、简、黄、唐、廖、黄、徐、陈、廖、陈、吴、张、朱、王、蓝、何、王、郭、詹、黄、黄、周、陈、思、黄、李。其实我搜寻会比较快，可是这样子跟小朋友一起找是一种乐趣啦。如果我自己的话，我就用搜寻的。哇，这个这么多，这是那个公仔啦。完了，这个100名的有没有我们？刚刚都已经没了，现在是美人气美妆小物。哎，这有个尾耶，彤彤，可是不是我，对不对？哎，真有尾之尾的。对，不能只看我的名字哦，也要看妈妈的名字哦。有沈也可以哦，沈圈。真有尾之后。哎，有副尾，彤彤，可是不是我。可是不是君。对，副圈义。好奇怪的名字哦。别人说不定也觉得我的名字很奇怪，这边怎么只有一个圈？这个名字是没有，就一个圈而已哦。圈圈人，圈圈人，哇，剩下捷运公仔了。我们会不会有捷运公仔？人气美妆小物已经没了，只剩捷运公仔了。正杰，没了。捷运公仔备取100名，正取的如果备取的没，正取的没有领，就备取的有机会。备取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备用的意思。如果正取的人放弃没领，就你就有机会。欸，原来有这么多人抽，我以为没有人抽。大家是不懒惰。对，大家都不懒惰。为了中奖。哇，没中，没中，好的，没了。到底是中什么颜色？送什么啊？什么？你想知道什么颜色？就是什么颜色最多人选？是不是？那我看一下什么颜色最多人选。你想知道最多人选的是什么颜色？对。欸，iPad Pro 当机了。希望是我选的，希望是我选的。我看一下最多人选的是什么颜色。至少没有中奖，但是我们知道什么颜色最多人选，对不对？他有公布吗？我看一下。这把你怎么知道？他没有公布啊，他只有公布中奖名单。然后有全程录影，他没有公布说哪一个最多人选呢？其实应该要公布一下哦。是绿色吗？因为我看荧幕上都是绿色。没有，如果他公布了，我再告诉你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应该要公布一下，对不对？哦，好啦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晚上我再用搜寻的再重新检查一次，应该是没有了。啊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刚刚借的这个是彤彤要的米奇妙妙屋，这是唐老鸭的热气球之旅，热气球竞赛，然后借了两本书，一本是这个味道像红萝卜的苍蝇到底有没有，好奇怪哦，感觉蛮有趣的，然后这本是我选的，我的爸爸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日本人画的啦，我觉得很像我在彤彤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拿去放好，晚上我们看，晚上看这个我的爸爸。爸爸帮我去放。帮你放，那你去找衣服，我们准备洗澡了。准备洗澡了。
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波妞还没看完，也是图书馆借的。波妞好看吗？好看。波妞可爱吗？可爱。波妞是什么？鱼。一只鱼。变成小孩。小女孩，嗯。我去把它放好。我们就要准备洗澡了，宝贝。准备了。你可以先开着小夜灯啊，我正要看着书。好啦，那这一张就不用留啦，这一张可以丢了，没中。妈妈，我们没中。那个给我啊。你想看吗？嗯。你想收集是不是？嗯。哦，给你吧。好啦。有可能会换颜色，然后就可以再写啦。好，那我就拍到这边啦，准备要带小朋友去洗澡了。大家晚安咯，拜拜。拜拜，大家拜拜，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，拜拜。我老婆在厕所，拜拜。妈妈，拜拜。